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弟兄们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生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，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，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，乃靠神的恩惠，像你们更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，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、所认识的。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，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，以我们夸口，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，叫你们再得益处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，往马其顿去，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。我有此意，岂是反复不定吗？我所起的意，岂是从情欲起的，叫我忽是忽非吗？我指着信实的神说，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，并没有是而又非的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总没有是而又非的，在他只有一事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，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，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，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。